撤离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大崩塌区，还有红黄土石流警戒区的部分。那这一区就是我那一天跟总统视讯，这个是我们3000多人，还有1515户的部分。那应该是说1515户里面，这个户籍人口有5000多人。那现在住在实际居住者是3000多人，那我们也实际撤离了3000多人，是这样子。那当然总统的关心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感谢啦，因为这些数字是由总统那边的手上的数字是由这3个系统的数字累加的，那这累加8000多人是有很多的是会重复的。